嗨，大家早安，今天是12月9号，礼拜四，那就是第9集的 Vlogmas 了。今天想要做的主题就是外食的一天，所以我今天就不打算煮东西。我早上已经有打好了果汁，就是这次是加那个青菜跟苹果而已，因为我家里的水果都吃完了，就没有再多加其他的菜啊进去。对，应该要先去上我的最后一堂 seminar， 终于要结束那个课。那个课真的作业超级多，每一个礼拜都有很多作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去上最后一堂课吧。今天呢，外面那个积雪还没有消失，所以等一下要带相机出门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看一下学校里面的积雪长什么样子。因为昨天没有带到记忆卡，没有办法带相机出门嘛。对，那我们就赶快去学校吧 ，Go go！嗨大家，我已经到教室门口外面，你可以看到学校也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雪，这都是昨天下的，然后还没有融化的，所以今天起的气温超级低，很冷，非常冷，就是负几度吧。那我们赶快进教室。粉啦，好冷啊！又来吃越南河粉，我们永远看到的都是这个 spring roll。其实好像没有仔细介绍过这个酱，这个酱是花生酱配上花生粒，然后就这样沾着吃。非常的简单，河粉汤跟那个牛肉，然后还有一堆就是我不吃的香菜跟洋葱。这个辣椒，美国很常会看到的东西，什么汉堡店啊，什么店都有。汉堡店有吗？有啊，那家上次去吃的。我还有那个，还有 pencil pen。对对对。在美国买不到牛肉片，所以他们这种东西通常都是他们厨房有那种。烤肉机，然后去弄，它还超级薄。吃完了，我们来加油。它这边就是，如果你是要用信用卡的话，你是得进到这个加油的。这个店里面跟他说你是几号，然后要加多少钱，他才会开放让你加。$20 你就是跟他说你想要$20 gas on number 6，就是你是几号的这个机台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加油了。然后拿这个吗？
你要点八十七哦。好，不加。太好了，要不要把它关起来？嗨，大家，我到家了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换了一身睡衣，因为我习惯到家里就先把衣服换掉。就有时候你们在镜头里面看我没有换衣服，是因为就是因为我要拍 Vlogmas， 然后有时候不要一直都穿同一件衣服，可能看起来会好一点。所以对，但是因为我真的很想换，我等一下应该不会出门，除非去吃晚餐。我今天应该是拍就是外食的一天，所以我今天就带你们去吃河粉，就是观众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常常去吃那家越南河粉。那我等一下差不多四点的时候有一个生物实验课的 review， 我们的助教要帮我们做整个的复习，我下礼拜就要考试了，所以上完课应该会去跟我弟去吃饭。没错，好，那我现在要来读书。大家现在已经四点了，所以我们的 Zoom 已经开始要准备上课了。给你们看一眼我就是那个 Zoom 的画面，是这样，这个助教就会在这边，然后讲一些内容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一边听一边截图他给的那个PPT， 因为它好像不会上传到我们可以下载的地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上课。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，然后我们来吃拉面店。这一家居酒屋。这是他们家的菜单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有sushi， 然后有 sashimi， 再来的话就是他们家的 ramen， 我是点这个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的 classic ramen， 就是最可能最经典的吧。然后下面有一些这种配的啊，比如说什么炸豆腐啊，kimchi 啊这种东西。然后你翻面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有酒类，就它是一个其实是算是一个居酒屋啦。对，那我们点了一个这个 Car H Chicken， 这个应该就是唐扬炸鸡的意思，没错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OK， 第一个点的是唐扬炸鸡，就这样一份，试试看吧。这超好吃，来小的小的小的，很烫很烫，你自己拿，很烫，你一口咬会烫烂。在你家，你先不应该先吃酱？对啊，要先吃原味的，先吃原。好吃的，比我们去吃的那一家，第一次去吃的那家拉面店的唐扬炸鸡好吃。好吃吗？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吃哎！但通化街那里开了一间，超级多吃。我们几乎每两个礼拜就买一次，对，每两个礼拜。很好吃耶，想给吗？不好吃啊，好吃。我的拉面来啦，长得非常的美式的感觉。它不是叉烧，它是鸡肉。不会，还是豆腐。
好爽。也有酒味。鸡肉，很厚一片鸡肉。对，有酒的味道。嗯，冰的。拿冰的，冰的。就是那个白切鸡，会有泡酒的那个鸡啊，脆吗？脆。吃饱了，回家去，开车大概20分钟。